新天台新战神需要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。是，投了中间来一下，这个强森双手压进 ，stand up。比赛的情况下是让林秉胜拉上了先发。哇，卡森在开赛得到了八分了，命中了三个 field goal。是。收球进来，强森单打出手得分。强森这边呢，也没有让卡森专美于前哦。他的中间球滑掉，发生了失误。秉胜在前面，秉胜靠上去出手，受到了干扰，后面发落篮板球再补，是强森把球补了进去。哇！41-35，挤到篮底下，挤开空间，但是没有放进，再抢篮板球再上，哦吼吼，这球终于进了。好不容易啊，是，哇，这个球差点弹出来。上半场的时间还有3分45秒，传出来去找强森，强森运下之后外线直接把他拼一个三分球，强森他打进了，哇，球交给小台，强森 high post 退出来之后外线拔起来跳投出手，强森这场砍了18分，秉胜。回传，强森弧顶砍三分，哇，有进了！哇，连续几次的外线命中啊，优势太大了。嗯，这个让战神来讲是蛮困难的。是，强森，比赛时间剩不到6分钟，强森自己投了，强森三分球，哦，强森稍稍顶进来。强森的插板出手得分，好，比出一个 too small 的手势啊，感觉收得蛮清楚的。我们听到教练跟卡森说了一句 thank you。